风幽灵，你敢无打了连环剑镖来攻魏国，为着百姓安危，实在驾船挑选假不还手，希望会当大领红军。如今好事将军忠心自道，两位皆是魏国大将，希望伊会当为咱国尽忠，替咱国求得胜利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实在驾牛之地失了当期汽车，如果随着你先手一段意见，就能算为红兵马大万岁，比起爱心是鸟镜
为尊主多尊君啊，君主之风不可消离英明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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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